世界上最可笑的惊天大谎。1980年，一个叫藤村新一的考古爱好者偶然挖出了48枚年代久远的石器。他的这一次发现证明了4万多年前日本地区就有人生活过。日本有没有石器时代，这个长达20年的争论就被这个发现给终结了。而藤村新一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很快他又发掘出了17万年前日本就存在的铁证。虽然出土的东西有些蹊跷，但这并不影响日本人民的狂欢。而开了挂的藤村新一随即把考古年代刷新到了70万年前，直逼咱们北京猿人的年代。此料一出，举国欢庆，日本政府随即出台政策，要求把这些伟大的发现都写进教科书里。藤村新一也一跃成为了日本的民族英雄，甚至放出狠话，他能发掘出100万年以前的石器，并找到人类的古化石。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起源将被彻底的改变。就在这时，反转也开始了。细心的人发现，藤村新一从未拿出过一份论文，人数众多的考古工作者中也只有他一人有收获。这时有人在考古现场偷偷安装了监控设备，正是这个设备拍下了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。藤村新一在非工作时间来到现场，随后掏出了一个塑料袋，把塑料袋里的东西埋在了地下。如此拙劣的手法被曝光后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。日本考古协会也宣布了藤村新一162处造假，考古成果为零。随着这个惊天大谎公布于众，日本考古界也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那个弹丸之地还有考古的必要吗？